私は司法院の後進。共に戦おう。无为，无不为。虽然我的状态不在巅峰，可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去。我不建议你动手，怎样有结果？你知道结果。我们之间的差距即使不大，对胜负来说也是鸿沟了。你还有时间再想想，再改变主意，现在还来得及。致虚极，守禁骨。四十八方之气汇聚在此，天地无定。贵名有分，所见皆空。九针祭引，生生灭灭无定时。致虚极，守禁骨。都在做自认为正确的事，自认为正确，那我们还真是渺小。我很久没有认真过了，想不到九楼的权力战报，对手居然是你。致虚极，守禁骨。太倔强可不好啊。别让我太为难了。你的领域许久没见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对同伴展开领域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劣势。如果我是你，现在就该认输。胜负未定，是吗？所见皆空。十分危险，由我掌中力。四天地无定，贵名有分。
汇聚在此。冈格尼尔，确实如你所说，一分差距就足以停手。知道就赶紧停手。所以最开始我就没打算攻击你。抱歉。天地无定，鬼冥有分。元智之心，这不是你该动用的力量。对，就是必要的，还要继续吗？执着起来真是比谁都难去。借你的话，胜负未定。你出手迟钝了些。十八方之气汇聚在此，天地无定，鬼冥有分。由我掌中物，生生灭灭无定时。所见皆空。